但实际上教师工资没有，相比较是低于公务员的。我们这里是政府投入的这种情况，这几年都比较少。我教书37年了，我现在的工资是领到手都是8000多，每个月。但实际上教师工资没有，相比较是低于公务员的。现在这几年都不幸福利待遇了，可能在10年以前可能有吧。那医疗保险那个钱就是可能有长一点，有2年多都赚了，没上，没给我们补在卡上。还有那个住房公积金，我以前查了一下，好像是2018年就没上，有1年半左右吧，1年半多一点。要求我们在这个乌蒙合作社贷5万存进去，今年以后又从乌蒙合作社这是。贷款出来了，或者反正我们都没做，因为我们没钱。我们这里是政府投入的这种情况，这几年都比较少。我教书37年了，我现在的工资是领到手都是8000多，每个月。比如说我们是大丰县和金沙和黔西和毕节这些县份上比，同等我们的同学他们工资都比我们高，我们这里是相对比较低的。所谓的目标考核奖，我们2018年是得了6000嘛，2019年还没有，还没得到。但是像毕节市市直单位，他们1年就2万多，每个老师。我们这里是老师反应太大，后来2018年就每个教师发了6000。